아니 긴 속도 누워서 모든 가방 줘 모든 가방 달라고 모든 가방 줄래 시에 나 여기 선물 하나 받았어 여보 우리 너희한테 선물할 생각 없어 뭐? 나 걔가 앞으로 먹고 입고 자고 있는 모든 것들이 내가 주는 선물일 텐데 뭘 또 선물까지 줘? 얘가 존재하는 자체가 이 선물을 주는 거네. 있어. 나 인증샷 하나 보내줘야겠다. 이거 그거야. 제 개인이다. 난 엄마. 무시. 이런 거 여자끼리는 잘 선물해 주는 거. 이거 그 친구가 보내준 거야. 데이지라고. POS 그 꿀 마누 갑 응 맛있어 等一下还有一个 편지 这是什么这个好可爱啊这个是大爸的我的同意过呢恭喜我们的瑜伽要当妈妈了 근데 이 선물 보면 더 귀여워 뭐야 돈이 컵이야 아유 왜 好可爱啊 돈이有了他的인생의첫 티파니 컵 아직 아빠도 티파니 컵 안 먹어봤는데 우와 저기 하여 티파니 접시 귀여워 好可爱啊 진짜 귀엽다고 그러니까 나 티파니 이게 접시 있는 줄도 몰랐어 그러니까 这个就很 이건 너무 티파니 티파니 하네 그러게 그치 귀엽다 돈이야 이거 어떡해 엄마가 天哪 너무 작아 这么小一个啊哎我应该给我 진짜 미치겠어 这两个小勺子就我的手掌这么大就完全就是 돈이의 사이즈 나 이거 진짜 어떡해 돈이 대신 쓸 수가 없겠다 这个是一个 돈이 방에다가 둬야겠다 그치 그러게 선발 이쁜 거 짜야 되겠다 是的，我真的是拥有一帮神仙朋友。艾玛最早给多尼送了好多好多 Bonpoint 的小衣服，然后呢，接着我们公司的老板又给多尼送了一条爱马仕的毯子，然后今天又是我竟然都不知道 Tiffany 他们家有出碗呀、盘子啊什么的，这一套实在是太漂亮了，而且这个 size 是我没有任何借口抢着东西的东西来用的，这一个准备放在他房间里面。 展示，太感动了。 好久都没有这么过周五了，感觉从上个月开始就没有那种过周五的实感。今天总算搞一搞，准备要跟我爸看一个电影。昨天我用了那个紫色的盘子，被他说了一下。今天我用粉色的，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果然，只要盘子颜色买的够多，你老公就分不清你买的新盘子还是老盘子。永华，永华，我要看永华。是。
周末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展展，我们又买了一个新家具，是什么呢？ Reveal我们的烤肉机器，我们俩一致很喜欢这个，是因为这个不但是可以拿来烤肉，还可以拿来做帕尼尼。那个바로여기서꽂아서쓸수있는거네어그래서이온도우리원하는굽기고기종류고르면여기서이온도가적당한온도까지올라가면자동으로꺼져오여보내파니니먹을래가야얼마야3000원50만원저렴하네아그리비싸봐야20만원밖에안해아그래아진짜응헐근데꼬인다와와와好看的어따우리둘이하기에는딱이네이거어떻게된거지 오레스팅기능도있어리리리리리오호여기서그그리들모양내주는거야그리고이렇게고르면고기모양이랑고기모양고기종류랑미디엄레어레어고르면와와와알아서그온도적정온도되면은알람이울려대박이걸로고르고돌리면서고르고셋하면여기서이제나와두군데서다고올수있어헐그러면약간이거불판으로도쓸수있는거야어둘다불판이야펴서그냥우리먹으면서햇구워도되는거야쓰오대박이렇게열선지나가그러면나그삼성그내가옛날에봤던그건안사도되겠네그아무것도아니야 그삼성그건아무것도아니야그래서여기만약고기가있으면이렇게토마호크가 이자기팔로도토마호크를이렇게하면 하면서양쪽이한꺼번에굽히는거야그래서위는보기좋게이렇게그리들모양해주고집그리들모양나지나중에손님오면그냥펴서그거같이고기굽고야채굽고쎄야그냥그냥올려놓고하고다되면그냥먹으면돼이렇게해서 이렇게 띠디띠디띠디하면이제먹으면돼아나너무자세히설명해줬다이런컨셉으로가전제품소개하는그걸로해도되겠다다음에는믹서기我们今天用这个新家伙是烤肉好看是是是是二楼난다되는데잘했어그래도이제먹고와요오이제빨리먹을세팅하자어난이거그것만하면돼什么레스팅만하면돼알았어했잖아그만구우라고하는거지 이거우리쓰던거아닌데아무슨일이야왜우리쓰던거아니야이거보다훨씬큰거있잖아없는데어떡해
得磨碎一点啊。어차피쓰고나면똑같아오빠그거줘봐나물담아둘게이걸로레스팅해还有什么呢？西大芒家。好呀。芒家的。哈哈哈哈哈哈。这是新的吗？是啊，真可爱呢。嗯。괜찮아코르크가찰지네자나쁘지않은데오향좋은데不错啊이렇게这是小瓢的这是小料的这是你的还是我的？你的。这是我的。哦。吃一下。好啊。以后呢？我那有뭔가탄것같아。웃지마。이제와서그어떤변명도하지마。这是小料的。육즙이없네여보어떻게된거지굳이나오는이거는일단새우살대결 새우살짠막향이별로좋지않네짠그냥먹어맛있네나쁘진않은데小聊的，这是我的吗 ？Very well done, 알등심因为나는그거해도나는온도계를해도몇도에서얼마나구워야될지몰라굽는거는똑같고이거를몇도까지올리느냐가문제지这是小漂的이렇게육즙떨어진거보이지 나이거고기굽기가인상표정이야민사자유용감표정오늘午饭 breakfast 는한인이야한인빵이없어토스트도돼그치토스트빵없지你在干什么我再来做一个这个사과떡볶이这个是上次文静他给我带来的到现在才有机会吃有点期待是个什么味道苹果年糕거기따로전기안뺀것같은데这个是떡볶이就是酱好简单哦好哇이거이렇게뿌리면더보이기가좋지않을까
快来一起吃，快来一起看电影。嗯，那。Hello， 大家，我刚刚洗完澡出来了。其实我每次洗完澡出来啊，不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会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是用来做我的身体护理的。但今天穿着衣服出来是为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孕期的一些身体护理。因为我觉得身体护理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大头，因为我基本上洗完澡光是身体要用的东西啊，就有一样两样三样四样五样六样，最少是有六样东西。所以今天也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比较好奇也经常问我的一个关于我的孕期身体护理的内容。首先带着我们的朵尼跟大家打一个招呼。这边的话就是我的身体护理，基本上就是以他们家，然后还有他，我之前济州岛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的，还有 Aromateca 这个百洛油和很多的娇韵诗，就基本上我的一个孕期身体护理的话用的都是这几个牌子的东西。那就按照我的正常顺序来吧。那首先像我的话，我洗完澡以后的第一步就是在我的肚子上抹油，因为我平常爱用娇韵诗的油会多一点，但是它那个比较复杂，因为它的那个油要在你身体很湿的时候去用，所以我基本上每次冲完澡，我就会把我的身体除了肚子屁股这一块全部都擦干了以后，直接就肚子这一块就是湿淋淋的从浴室里面走出来，然后就开始去抹我的肚子。我肚子用的比较多的三款油呢，一个就是娇韵诗的，用了好多瓶了，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油也是非常好用，它的滋润度其实要比娇韵诗高一点。然后最后这里就是一个百洛油，这几个油就是我会交换用来涂在肚子上的油。那我今天的话我就还是用娇韵诗，但是因为我要跟大家演示的关系，现在不是已经把我的身体擦干了吗？像这种时候的话，我就会用一个大喷把自己的肚子这样喷湿，喷湿了以后再倒上这个油，然后就这样子去抹在自己的肚子上。我在网上是看到有很多朋友说，就是抹妊娠油你不要以一个打圈的方式去抹，这样子的话其实会造成宝宝的一个脐带绕颈，但我不知道，就是我自己的习惯是从下这样子往上去拨这个油，然后让这个油稍微的被肚子吸收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我这个油的用量其实挺多的，我会同时把它用在我的背部、臀，包括是大腿根部，就是从肚子一路涂到我的大腿根部的地方，我涂一下。接着涂完油的话，就是要涂一层防妊娠纹的霜，是用的这两个牌子的会多一点。然后今天因为用的是娇韵诗的油，我上面直接就再叠一个娇韵诗。这一段真的不是广告，因为我真的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囤了好多这个娇韵诗的系列，然后一直在用。我基本上会挤到20下左右啊，这个量呢是全部用来涂肚子的，然后后腰、大腿根部，怀孕了以后大腿根部啊超级容易长橘皮组织，所以要好好的去按一下。然后肚子上的话，基本上你把它这样子按开，胸这一块也可以再带一下。那这样子我的腿和我的肚子就已经涂完了，接着就是涂胸，胸这一块的话，我就会用娇韵诗的这一款乳。我现在是已经涂完了，我大概是会用到4到6泵左右，然后直接这个地方以一个这样子打圈的方式，然后手这样子拉过来，拉到你的副乳的位置，这样子交叉打圈的一个方式，最后在副乳这边再按摩一下淋巴，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按摩它，然后这就是胸部和肚子。那后面的产品的话，其实就是我的四肢、我的手臂还有我的腿。产品有点多，我先把它拿过来。这边有5款产品，都是我用来在孕期的时候去涂我的四肢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款，这个是娇韵诗的一个恢复你皮肤弹力纤体的一个霜。其实我觉得它没有一个什么瘦身的作用啊，但是呢，它在保持你皮肤弹力的效果上做的还可以。另外一款这个黄色的话，娇韵诗他们 Aroma 系列的一个身体乳，这款跟我的沐浴乳和我的磨砂膏是一个系列的，它因为里面含有了
很多芳香啊精油的成分，所以它的滋润度很高。我一般会用它来涂上肢，或者是在我腿稍微的有点干燥的时候，我也会用它来涂腿。那这个的话，其实在我孕中期的时候用的非常多，就是我会用它，然后配合着我的运动一块儿用，就等于说我保湿诉求的时候会用这个，然后我要弹力诉求的话我就会用这个。这两款其实也快被我用差不多了。然后接着的话就是腿的东西，我这个一套呢是它专门用来去除腿部浮肿，然后包括你有的时候是走路走累了你需要放松你肌肉的效果的时候，我就会用这两款，它以1:1的比例混合在一块儿以后涂在你的腿上，你涂完了以后你会感觉你的腿有那种凉凉的感觉，就是舒缓你肌肉压力的一个效果特别好。而且这瓶红色据说是娇女士他们家的一个瘦腿类的产品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实在的瘦腿真的没有运动来的效果好，但是它去水肿和舒缓你肌肉压力的效果还是很好的。然后另外一款也是一个去水肿的腿部的一个膏，它也快被我用的差不多了。这基本上一个孕期啊我一直在用它，因为我虽然腿部浮肿的不厉害，但是我的体质是我只要腿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肿啊，静脉曲张的很严重，所以我加压袜也会经常穿，然后像一些舒缓腿部压力和消除腿部水肿的产品也会用得非常的勤快，所以这些就是我的一个手臂和腿部的产品，就是根据你每天不同的诉求你去换它。因为我最近我感觉我的手臂啊手肘的地方有些干，我今天就用娇韵诗的这个 Aroma 系列的身体乳啊，用它来涂我的手臂。我前两天去做产检的时候这里被打了一针疫苗，是预防什么宝宝百日咳的，我跟我爸一人胳膊挨了一针，但我到现在胳膊都还很痛。 OK， 然后最近也没有运动也没有走很多路，我今天躺了一整天，所以我今天腿的话用这款去水肿效果还挺好的，而且它这款的质地也还挺好的，就是非常好推开非常好吸收，有点像慕斯奶酪的感觉。最后一个产品就是我之前买的 Aromatica 的一个 Balm， 也是含精油成分很高的一款膏。因为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手肘这个地方真的脱皮超严重，所以我会在手肘的这个地方稍微再加强一点补充，但是我感觉我已经涂了大概有2周了吧，效果好像也没有那么出众，就是没有我想象的一下子就是角质被滋润了然后被带走了，感觉它还是在。但是姐姐这次来韩国的时候她又给我带了另外一款，说是可以去宝宝湿疹啊一些宝宝的皮肤问题的一个 balm， 也是非常纯天然的。她说那一款其实大人也可以用，我准备再用个1个星期，这个 Aromatica 的效果如果不是太好的话我就换另外一款用用看。OK， 那总算我的一个晚间的身体护肤就到这里结束了。其实大家可能看着会觉得很复杂，有没有？就觉得说，哎呀，天哪，你一个身体你要涂这么多的东西。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是很享受这个过程。虽然可能说预防妊娠纹这个东西啊，很多朋友会说这其实跟你自己的皮肤状态跟你的体质或者是跟遗传有很大的关系，你再怎么靠后天的涂啊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善。那说实在的我也是第一次怀孕，我没有经验，我没有办法完全说我到时候会不会长妊娠纹，如果我没有长那是不是因为我的体质关系跟这些护理也没有关系啊。但是首先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尽人事听天命的那种性格，我觉得比起别人给我的建议和经验我更加愿意去自己去体验这个过程，更加去了解我自己的身体，不管这些东西有没有用。比如说我没长妊娠纹那就是最好的事情，我长了妊娠纹那可能真的是涂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用处，自己也能够有一个判断。但是我觉得我涂了我至少我在孕期这段时间我不会有那种后悔的心理出现啊。其实我要比怀孕之前更加注意我的身体管理，出发点是预防妊娠纹，但是我现在认真的去护理我身体以后，我发现真的跟不认真涂身体乳不认真护理你身体的时候你的身体状态是不一样的，它可能不会像运动一样非常明显的去改善你的肌肉线条啊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有弹力，但是它真的能够通过你每天的护理去让你的整个皮肤变得很细腻。所以我觉得虽然复杂但是这真的是一个我非常享受的晚间身体护肤的过程，分享给大家。我要去睡觉了，那我们晚安。